金稿也可以吧，只是挖的效果没有产值好而已。那就再多做一些铲子，铲子可以在那个拿，坐楼上吗？不是，就是那个爬楼梯上去下来之后的那些人的那个房间里面都有啊。有很多吗？他就每次去的时候都有一把。你说哪边啊？这边吗？就是那个工人啊，原本要青色才有办法进去的那个。哦。通风管过去的那个。边吧。哎，这是变了哎。然后啊，因为至少我有拿两，我现在应该还有一只，我有一个铲，有一只金色的丢在那个怪人房。嗯，对。怪人房挖出去，很远呢、欸，那怎么办？没有地方了。嗯，还是绿色，因为绿色钥匙都还没用到啊。还是哪一个房间比较远，比较近啊？那边爬回去。想说我们的地方离边边有，还会。我不小心把那个梯子拿起来。好、哦，要怎么把它放回去？右键啊，右键按着。按放不回去。按着、哦、按着。七蕊。我们先想办法做出绿色钥匙吧，试试看另外一边的楼梯走上去看有什么。哇。还缺牙刷或是梳子。果子。那我休息的晚安晚安。牙刷梳子，牙刷梳子，要逼我打其他的路人哦。嗯，收他们身上。对啊，右边下面右边这里还有一个。门卡的红色门卡，二楼。二楼下面右边。嗯。门卡是往二楼走的。是二楼还是一楼啊？二楼。二楼下面右边。不就是小土豆的地方吗？不是。小土豆啊，在我这里。哦，就在中间点的位置啊。中间往下走，右边，这里。哦，这是要门卡、欸。嗯，这有个门卡的。那就我们不是要找到红色的门卡了吗？有啊。那就想办法做咯。门卡就比较方便，它可以无限用。嗯，可是我没有电路板。哎、欸，电路板那个谁家有？记得好像有人有啊。原本我那边有啊，但是。最右下的房间，先点名，先点名哦。还是喵房？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一楼的。有，我记得杰瑞的房间有。这是闪闪的。有，来，电路板上面有电线，哎、这里也 有, 有电线，电线上面有，上面有，这里有，这里有电线。放你抽屉哦。放置电路。我们现在有电线，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打那个啦。那他的模具怎么做？他的模具我们要先打到警察的那个卡片。哦，然后直接弄掉了，是不是？对，直接用这个。现在太多了。盯着他卡片吧。对，我们要红色卡片，盯着他。啊？那等一下不是要睡觉了吗？还没啊，现在你这么早睡啊？哦，没有，现在四点了。可以不要让他走出去吗？不要走出去，不要出去。打他一下，然后拉回来，拉回来。我要被狙击。进来了。
没有武器，我只有赤手空拳。好了好了，赶快赶快，你们快用，你们快用。我要去躲起来了，我要去躲起来了。好。小雨，你等下可能要躲，你看一下警戒值。好。哎，我不做了，这样。好，没事，我放完了，打死我吧。反正都一样嘛，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等一下躺着被搬去削土豆而已。这样子是削截警戒值比较快，躺着。没事，我都放完了。哎、欸，你在工作？我都是复制大师哈。好，对，复制大师，不让人做的、啊，没办法、啊，忙啊。欸我的出餐口叫洗衣机、洗衣机洗衣机有洗衣机送那些东西是不是、哦、来送衣服既然现在在封锁我们就来抽个奖吧来抽抽复制的东西可以啊可以给别人啊也可以、啊、返回牢房来逃啊好啦我躺着睡觉我躺着睡觉快啦是谁还没到啊到哪里不是要回自己房间吗他只说封锁没说要回去啊有啊啊有哦有啊我想我想我想认真工作啊哦、啊、就回不去咩你可以也可以抽奖喽！去音乐台抽喽！狗要咬我啦！为什么狗咬你啊？感谢礼物！怎么还在封锁啊？我都已经弄完抽奖了。封抽奖啊！继续躺着。刚刚只想认真工作啊！啊，我哪知道？原本是认真工作，还没回牢房。哦。好。我要去工作了。今天的工作时间好长。时间来得及吗？我怎么觉得我来不及啊？我觉得我来不及。赶快走。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工作完了。不行啊。那谁要跟我拿卡卡去看呢、啊？我去看，我去看。你不是去工作吗？来不及了，算了算了，今天不做了，今天休息一天。哎哎哎，道歉。我只工作了三分钟。啊、先去甲崩，先去甲崩。哎、欸，你那个卡片已经复制好了吗？嗯，弄好了。是，已经是卡片了。对。它是什么卡？青色卡片吗？红色。红色卡片。哎、欸，那要两个人，拿一个人刷卡，啊、一个人进去啊。要一个输，我才说谁要跟我去啊。哪里啊？我想看。楼上。下面。下面。二楼中间下面右边。我们都是跟屁虫，走喽！这里，冲啊！进去，进去，进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放人家进来，进来，进来，你进来，你进来！啊！有人直接就跑上去了。这里是干嘛的？不知道啊。啊，会不会是放避雷针啊？啊，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放避雷针。嗯，哦，这是放避雷针的，那知道了。哦，好，那我们就插插他的身体部位还没完成呢。哎，不对，我要先出去哈。你突然拿出去啊？我想说你怎么样按按钮？嗯，好了。好，那卡片知道要做什么？你就插身体部位啦。对呀。的梳子是不是这一局没出啊？没看到，你可以明天明天再刷，可能。再找看看啦，现在还有。左下的地方可以用钥匙上去吗？嗯，梳子或是那个牙刷都可以啦，不一定要梳子。都可以啊。对啊，我们去打路人好了啦。你打他，那我也帮你打他。来来来来，打他打他，是谁？打谁？二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熊飞熊飞熊。等一下，为什么他为什么秋风全部都是吸血鬼的袍子啊？他
他工作是做那个啊。哦，一开始就有说咯，不知道。他身上全部都是哎、欸。恭喜恭喜，提早下班。是谁？闪闪。巧克力，你不要走，你过来。过来，揍你，揍你！巧克力身上我被打到警察了，我被心打到警察了。巧克力身上没什么东西，我警戒值100了，闪闪去了，拜拜！闪闪一拳就倒了，因为我刚刚打了、啊，闪闪他身上，闪闪一拳，究竟是一拳还是闪闪？闪闪。哎、为什么呢？团团是哪一个？后面前对啊，不是巧克力，过来，不要跑。巧克力身上我看过了，没有。不是啦，我的任务要揍他。哦，好。哎呦，警察，我们那私人恩怨，不要揍我。他平时八点都欺负他。对啊。好了好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成功反杀、啊！完了完了，乔粉，乔粉来追杀了，快逃！还好我挺完名了。哇，乖乖躺在床上了，躺着。等一下，我快点不到了。哇，要封锁了！你不要点不到名，你的。等一下，拜拜。哎、欸。我最后一秒来了哎、欸！怎么有这种人呢、啊？啊，人家十点点名，你十一点才来，那当然是迟到啊！刚刚倒地啊！跟你老板说啊，你说我就差一秒哎、欸，我打卡就差一秒，会算我没有迟到，真的啦，老板。好，不算你迟到，扣我全勤啦、啊！昨天没看，好像老了十年。有这么夸张啊？这样就叫削土豆。快点，快点！哎、欸，那狗狗为什么咬我？我身上没东西。感谢七七七。谁也一样做坏事啊？哎，看来有伙伴了。啊，我应该是因为穿着那个衣服是警戒那个吗？加厚的衣服。不是不是，我穿的是医护人员的衣服。想当护士啊？被抓到啦！哎呀，想当护士啊，这样不行啊！哎、土豆伙伴，哎，我走了。嗯，那回去睡觉，回去睡觉。嗯。所以明天可以去把那个、啊、那个风饲养仪，不是那个叫什么避雷针放一下。嗯嗯。睡了，现在放吗？嗯，现在不能放啊。要睡觉啦。不是，我是说，要怪人还没装好之前就先放吗？还是要放好再装好再放啊？装好再放、啊。没差吧？应该可以先放吧。哇。有吗？等一下劈下去它就坏掉怎么办？寒冰，那不会说装好马上复活吧？是不是？嗯。好，寒冰，这瓶过来，这瓶过来，这瓶，这瓶拿去哪？这瓶过来，再让我打一拳就好。有了，你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修三天好了。哪那么夸张、啊？高。那三天我修也有其他人开台啊。我有开哦，有开哦。很多人都有开呀、啊。跑马的、啊、跑马灯的可能都有哦。对呀，嗯、跑马灯的还有好看的，你们去看吗？对啊。来看来看什么什么课啊？是吧？8441805啊。礼拜二啊，超好看的。怎么灌啊？灌那个钥匙出来。啊，你有模子了吗？我、嗯、那你有，你要先用打火机把它烧成那个、啊。打火机，啊，这里有打火机、
房间我这边有打火机啊，我房间有三个打火机。需要浇水。浇水哦。浇水没有，我有牙膏。记得去吃饭喽。好。跑了。小雨想吃早餐，小雨在跑。哎、欸，小雨好。哎、欸，小雨。小雨跟小雨打招呼。没打到啦，哎呦。小伟、欸，哎、欸、哎，浇水这里有啊，地上有啊。哦。啊！我腿已经被发现了。我只是从人家身上抢了一个有垫肩的，我不要这样、喔。他想要有肩膀。还你，还你，还你！我丢在地上。你要被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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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凭你们是还打不倒我的。柜子，柜子，柜子，你为什么不捅柜子？哦，那上面有柜子，对对对，对对对，我再绕一圈。豆女王称。喂，也是土豆女王啊！躲起来！没有，你们没有人看到我在这里啊！人法土豆分身。人法柜子长生术。绿色钥匙是哪里？啊，二楼。啊，要过去吗？还是等自由时间？等自由时间吗？等。等一下，等一下。好了。感觉。噔噔。懂哎。噔噔。啊，对啊，很轻松啊。我等了过来。我就喂四只狗就好了。我要发四个糖果还帮。